谁都没有见过龙。但我们一直都相信龙的存在。拂去历史的尘埃，他的灵魂在血脉中沉淀，溯源而上。我们埋头向前，实现的路点就是撬动山河的支点，突破边界，挑战极限。岭南的传人习惯极端破险，前进，无需等待枪响，拼搏，只为跟自己较量。自强不息，是以为龙。